雅婷，老师好。这首歌呢，一开始要这么安静的开始，你就要这整段都要很安静，静到让大家觉得说每一个字不用特别的技术，只要用你的音色和你的一个能量去轻轻的表达，把它素描出来就可以。但是这个歌你唱到说“亲像故里，拄着你，我一生拢给你”。你就开始要展现技术了，但是这个一展现呢，就完全离这个歌越来越远，尤其这副歌哦，每一句的结尾，你几乎都用短促音哦，就把它划过去。但是这个歌的力量就在那里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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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这个力量你没有掌握好的时候，你后面哦，你再怎么去想要把它渲染哦，那个力量都是没有根基啊，就会感觉上。这个歌突然那个味道都不见了，这个要注意，就是想办法唱歌不要油，因为你这么好的技术，这么好的能量跟性格，一油掉很可惜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雅婷老师好。我觉得你的声音一直都是我很喜欢的，就是你的底是很厚实的，因为你的中气十足。其实你可以用到。在你的声音里面可以把一首歌唱好，其实对你来讲应该是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那像第一个字你进歌的时候那个低音呢，我就觉得那个低音不是那么清楚。我用耳机听起来没有听得很清楚，所以我觉得那个低音是不是一进歌其实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你那个低音更稳、更扎实，声音更扎实，我会更好的。那一直到副歌的部分，我觉得两段副歌，我觉得还是得分清楚了，因为其实你有很好的技术，但是。你到的第二遍副歌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情绪应该要更狂野一点点，更张力更大一点点。我觉得你要接下来要学的地方就是那个张力要怎么去彰显它，因为我觉得你有很好的天生的素质，包括你的声音，包括你比两位更好的就是你的底更稳更厚实，因为你的声音是够重的，你那个声音是够，其实是够重，只是怎么样去表现它。我觉得接下来你要学习的是这个地方，要去想想看怎么样做。谢谢。